难道？我真的没病，别动。依你之见，这种情况像是癔症或是梦游，二者症结根源不同，没有确定之前不可胡乱下针。何况打赌输给罗英年以后，我已经许久不动针了，他这样的症状我也未曾见过。这样吧，我且再回去看看医书，有了眉目再来找你。慢走，多谢，没事。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啊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？我去醉生阁，其实是想去帮你忙的。你能帮什么忙？你不是和我说过吗？镇上的医馆，都是因为那个叫罗英年的医师倒闭了，所以我跟踪了他几天，就是想查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可是没想到我搞砸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怪我？给，这将这几包安神茶给林夕公子送去。哦，快去快回。灵犀公子，子曰：“非礼勿动。”你这药童好生无礼！你怎可如此？你都敢光天化日干这样的事儿，我怎么就化不得了？胡说！我和一华大夫之间总有个越矩之事，你分明是污蔑。你忘了？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今日午时，你和一华大夫在隔壁厢房耳鬓厮磨，住口！休要胡言乱语，毁了一华清誉。你大手一伸，将其按倒在圆桌之上。让你住口！你
疯了，你知道我的手多金贵吗？啊，我以后还怎么弹琴啊？他这病症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毫无章法可循，书中也并未找到相关记载，难道真的只是巧合？父亲曾说，这本《药王手札》能解世间一切疑难杂症，云归的情况说不定也有所记载，只是这些古怪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华大夫，云归又闯祸了。对。别皱眉，会不好看。你看，来这么多人，你说怎么收场？你放心吧，我自然会解决好。赔礼道歉都没用了，怎么解决？我的礼，他可受不起。怎么着，二位，林夕弹不了琴了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客人们可都到齐了，我可不想再进来砸了招牌。我，老板娘，你放心吧，你这招牌还能挂很久。再来啊！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给三位客官安排的雅座，哎，这边，这边。是剑呐，他这舞的可是姑娘们的春心啊。哎，你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宝藏？你卖给我呗，开个价。别这么小气嘛，说真的，从哪儿找来的？鬼门关。你生气，是因为我烧了灵邪的画吗？我这么做，自有我的道理。他画了一幅画，那又怎样？灵邪本就爱丹青。可那幅画的内容，玷污了你的名节。他画什么我不在乎，但是有关于你，便容不得他胡来。天干物。走，小心火烛。天干。